心理推导师了，但是没有啊，为什么？因为清华可能比较丧一点，还没有社会基础那么大。如果我们像北大的朋友一样那么积极进取，实在是太优秀，不值得夸。但是我们作为一个平凡的大学生啊，其实我们进这个微信群啊，无非就是为了图个乐子。我一定要喷一个无辜的可怜的人，你不要脸的方式来发泄你的情绪。夸夸群夸的人开心，被夸的人开心，是不是比您方式双倍的呢？